小肥今日出席直播音乐活动，佢表示最近都喺网上直播唱歌，虽然唱功未减，但系到咗现场活动都仲系有一种陌生感。除咗直播，小肥最近更联同歌手雷心如拍咗唔少恶搞短片。不过小肥自曝争啲因此惹上官非，佢表示以后都会注意检查内容是否侵权。问到会唔会邀请古天乐一齐拍片，小肥直言：我梗系想啦，咁都要睇下姑丈肯唔肯。因為你唔喺見佢，大家冇得飛嘅情況下，應該冇咁忙。姑丈好忙，佢淨係佢自己嘅事係千絲萬縷嘅，咁所以都要睇佢肯唔肯啦。至於拍攝主題，小肥笑言：我又諗緊，一係就一齊唱歌，一係就執佢成阿 JR 呢啲，都未知啊，睇點啦，都係以阿姑丈安全為由先。